这通常的上海上港啊，在上个赛季平均上座率大概万门千人。嗯，主裁判谭海一声哨响，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。上半场比赛呢，由穿红色队服的主队上港率先来开球。嗯，右路胡人天。嗯，这球塞给巴尔克斯，停。哦，好球。你比起说咱的聊，看看是孔卡吗？ 左脚走，人墙挡下。嗯，我这你怎么你回我？我咬不着肉，我这给你来一下。是吧？你回我。哎呦，大长腿，大长腿，大长腿，球进了。36分钟，巴尔克斯。这是上港后防线自己出现的问题。这就生吃。再看啊，很简单，这是挑起来，两个孙祥这一下，孙祥，孙祥，孙祥犯错误，孙祥犯错误。交给吉安，又是越位，又是越位。 吉安想造点球，对，先来一张黄牌啊！唐海说玩炸了，啊，什么意思？点球啊？想造点。嗯，轻推中路，59分钟，上港通过点球扳平，吉安有面儿，可以有面儿，有面儿，而且招呼队友过来。后点清楚啊！漂亮，漂亮。 80分钟，吉安破门，头球破门，又是吴磊，又是吴磊，又是吴磊。哎呦，呀，这什么意思？新的一景。哎，别打搅他。对。再来看蔡伟刚，这球展现出了领袖气质啊，左路被爆啊，然后后腰位置没人了，没人盯这个俯冲轰炸。对，俯冲轰炸，没人盯吴磊，传得很舒服。抬头观看。 中卫里面是吕伟顶出去了。嗯。主裁判谭海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，中超联赛第19轮的最后一场比赛，坐镇主场的上海上港，凭借着达威的点球和新援吉安的头球啊，2-1逆转战胜天津泰达。